老婆，明天有好戏看了。亲家，我来了，哎，快进来。妈，喜儿，哥，我们怎么来了？妈，喜儿你了，来看看你，来，快坐。小七，你还砸咱家干什么？快去给你妈倒水。哦。妈，姐，来喝水。妮儿，别忙活了，快吃。小七，去把屋里的衣服洗了，然后去做饭。大伙也等着你吃饭呢。哦，知道了。小七，你过来。你在婆家，每天你的婆婆都是这样对你的吗？是啊，妈，怎么了？走，给妈回家，这个家呀。